的。等一下，是要谁要开箱啦？我。哦，好好，那，哎、欸，你开完了、哦？怎么那么快要开完了？这是它的背盖。爸，需要电池。塑胶啊？需要电池哦。这个需要电池。嗯。这个是手机哦。可以用吗？这个是可以用，这个这里有灯，如果开这个，这个就会亮。我看一下，我去找电池好了，我帮你装好了，看看这个好不好玩。等我一下，我去开找电池。螺丝。电池会装哈、哦，它这个有弹簧的地方放电池的屁股，然后电池的尖尖的那个地方放。夹到了，我也中夹到哦。对，你屁股先放。电池的屁股先放，对。电池。你屁股先放啊，对，没错，这样推进去就好了。可以哎，盖子盖起来吧。你盖子盖起来啊，不然的话电池会掉下来哦。我帮你用吧，你要先盖，你要先对这样子推进去，借我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看一下。你看。哎、欸，有歌呢，你。啊，有其他声音了，你看一下，借我一下啦，你都不给我玩，我都没办法碰。你看这个暗灯，好亮哦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哦、oh, 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那这个可以当你晚上睡觉的手电筒啊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这个就开箱完了、哦。没有，你又没有换这个。